间。主，使我们众人如同一人一样来到你的面前，得着你的喜悦，将我们的全人全心举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有个渴慕，那就是我们面对面得见着你。主，你满有恩典，满有怜悯，满有慈爱。主，伸出你自己的手来，主，再来释放你自己的孩子，让我们得以全然自由在你面前敬拜。愿你告诉我们，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主，你配得所有的荣耀与赞美，我们的心渴慕你。将你自己的孩子联合起来，就如同一人到你的面前献上最好的敬拜赞美在你的面前。主，我恳求你，你对我们说话，对我们说话，再来复兴我们的灵。主，再来复兴我们那里面的人。主，让我们与你更亲近，让我们合你自己的心意，让我们经历你自己的医治与释放，就在你自己的百姓当中。我们渴慕你，将今天的服事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愿神你自己悦纳，愿神你自己帮助。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再一次在礼拜三的晚上，我们要用祷告来敬拜神，我们要用诗歌来敬拜神。弟兄姐妹，你准备好来接受这个属灵的盛宴吗？感谢主，每一次我们敬拜的时候，主，我们都再一次宣告你是我们欢心，我们高兴，我们平安的那个唯一的泉源。主啊，不论我们现在是顺境还是逆境，主啊，我们要永远敞开我们的心来称颂主。主啊，虽然在难处当中，主，我们仍然相信你仍然坐着掌权。主，愿你的灵今晚再一次与我们同在。主，除去我们的恐惧。主，使我们在你坚固的磐石上。主，我们要大声说，你是我们的盾牌。主，你是我们的力量。哈利路亚。主，你是我们的福气。主啊，主啊，你是我们的拯救者。主，你是我们的山寨。主，你是我们的保护者。主，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主，你是我们的坚固的城垒。主，你是在我们在患难中唯一随时的帮助。哈利路亚。主啊，我们现在要在这个时候一起献上我们的敬拜，求主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耶稣，耶稣，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哈利路亚。称颂主，我要称颂主到永远，我要每时刻相信
他是我们的福分，主你是我们的拯救者，好不好？我们在这个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呼求神，哈利路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向你的呼求，主让你自己的百姓都能够见到你，主是我的盾牌，耶稣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福分，主是我的盾牌，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神，主是我的拯救者，主是我的盾牌，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福分，主你是我拯救者，主是我的盾牌，主是我的力量，你是我们家庭的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是我们及时患难中帮助的主啊，我们来赞美你，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福分，主我拯救者，我不知动摇，我要对你说，我的盾牌，力量，我福分，我拯救者，避难所，坚固城，在患难中。我随时的盾牌力量，我福分，我拯救者，避难所，坚固城，在患难中，我随时的帮助，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成为我们的平安，主谢谢你胜过了黑暗的权势，使我们能够靠着你得着救恩，同样主我们也胜过心里面的惧怕，主有时候当我们面对这样的疫情的时候，我们心中有极大的恐慌忧虑惧怕，但是主你是那万有和权柄都在你的手中，主让我听见，主啊你已经听见我的祷告，主你要医治并恢复我们灵魂和身体的需要，把我们从痛苦病痛
苦毒恼恨的捆锁当中就释放出来，主你的救恩就进入，带我们进入那永恒的盼望里面。主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是那好牧人的声音，主我们就跟随你，跟随你到那水草丰美之处，不再为眼前的劳苦重担来挂虑。主啊，让我们安稳在你的厚恩当中居住。谢谢你，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耶和华尼西的神啊，你是得胜的神。当我面对眼前各种患难各种挑战的时候，我们要对这些患难宣告，耶和华你已经得胜。我们要对这些患难，我们要宣告，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盾牌。我们要对这些患难宣告，耶和华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因为你实在是爱了我们。主啊，你是得胜的神。今天主啊，让我们在这环境中因着相信你，因着信靠你，我们就能够一起经历到你得胜的能力。主啊，那天天为我们背负重担的主啊，叫我们能够跟随你的时候，我们担子是轻省的，因为你说你的担子是轻省的，你的轭是容易的。叫我们欢喜快乐的跟随你，也叫我们在这困境中，我们仍然能够唱起因着信心那得胜的歌。谢谢主。耶稣，耶稣，耶稣。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预备的救恩。阿门。主啊，所以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来你的面前，我们就可以得着。阿门。但是主，帮助我们。主啊，有时候我们的信心不够。主啊，让我们常常在你的圣灵的感动里面，重新能够得着那个信心的能力。主啊，有时候我们要向你来认罪悔改。主啊，不单单是新冠肺炎，主啊，我们很多的时候把我们的困难，把我们这些主啊这些挑战，把主啊无限扩大到一个地步，主啊，我们甚至把他们扩大到主啊比你还大。主啊，甚至我们常常在主啊称呼这些我们在嘴巴念的都是这些困难和主啊这些主啊这些劳苦忧烦的事，但是主记得今天的诗歌，主啊，我们再一次的要宣告，我们再一次的要回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嘴里面说的就是要称颂耶和华的名。主，你是我们的盾牌，你是我们的力量。主，你是我们的福分。主，你是我们的拯救者。即便我们在患难中，主啊，即便在苦难当中，但是主，你随仍然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你是我们平安喜乐唯一的来源。主，谢谢你。主啊，除了你在天上，我还有谁呢？主啊，你赐下，主啊，没有赐下，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里面，主啊，没有任何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主啊，让我们再一次定睛回转归向你。耶稣，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耶稣，谢谢你，主，你是我们欢心，你是我们喜乐，你是我们平安唯一的源头。你是我欢喜，我要对你说，我的盾牌力量，我福分，我拯救者，避难所，坚固城，在患难中，我随时的盾牌。
患难中，我随时的帮助。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耶稣，谢谢你。哈利路亚。是的，你是我们的泉源，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坚固城。 Amen。 感谢主。主啊，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愿你今天的圣灵，主啊，你过去怎么样的充满我们，主啊，你今晚也再来充满我们。主啊，我们渴慕你的同在，再也没有事物，再没有事物能与你相比，活泼的盼望超越全世界，你同在，耶稣，我尝到世上最甜美的爱，当我心的释放，我就会都松开，你同在里。我们从头再一次，再没有事物能与你相比，活泼的盼望超越全世界，你同在里，我尝到世上最甜美的爱，当我心的释放，我羞愧都松开，耶稣，你同在里。亲爱的圣灵，我们来欢迎你。亲爱圣灵，我们欢迎你，充满这份位浇灌在这里。我全心渴慕你荣耀降临，完全降服于你的同在里。亲爱圣灵，我们欢迎，充满这氛围浇灌在这里。我全渴慕你荣耀降临，完全降服于你的同在里。赐下渴慕的灵在我们的当中，
主啊，叫我们的心渴望你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因为主啊，你的同在，叫我们的重担可以卸在你的脚前。是的，主啊，你的同在，叫我们的心更接近你，更亲近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赞美你。耶稣，我们爱你。阿门。主，我们渴慕你自己的同在，浇灌你自己的圣灵在你的孩子们的当中。主，我们渴慕你更多更多的同在。主，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主，我们渴慕你，将我们心中的害怕除去，让我们住在你自己的平安里。主，我们渴慕你更多更多，浇灌下来，浇灌下来，浇灌你自己的百姓，让我们住在你的同在里。主啊，我们主要宣告说，主，疾病不能够阻隔主啊你的同在。主，我们的经济的困难不能够阻隔我们的你同我们的同在。主啊，主，我们渴慕你的同在。你同在里，你同在里，耶稣，你同在里，你同在里，圣灵，我们欢迎你。亲爱圣灵，我们欢迎你，充满这氛围，浇灌在这地。我全心渴慕你荣耀降临，完全降服于你的同在里。亲爱圣灵，亲爱圣灵，我们欢迎，充满这氛围，浇灌在这里。我全心渴慕你荣耀降临，完全降服的同在里。你同在里，耶稣，耶稣，你同在里。我们要宣告，今天晚上有奇妙的事要发生。你同在里，你同在里，耶稣，你同在里，你同在里，耶稣，我们渴慕，我们渴慕。你的平安，你的医治，在你的同在里。你同在里，你同在里，亲爱圣灵，爱神灵，我们欢迎你，充满这氛围，浇灌在这地。我全心渴慕你荣耀降临，完全降服于你的同在。
现在主，我们将所有的荣耀归给你，耶稣。主啊，在你的同在里面，主啊，没有惧怕，主啊，没有苦难。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主啊，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哈利路亚。耶稣，谢谢你。耶稣，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吧，弟兄姐妹，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将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有你真好，有你真好，耶稣，我们的盼望，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坚固城，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磐石，我们的山寨，我们的盾牌，我们爱你。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这个地方，使徒保罗这样说道：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是的，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其实他意思就是有不少人以福音为耻，还真的以福音为耻，因为他们以为这福音的道理真是太愚蠢了，怎么会有神的儿子替人来死，而且他们也觉得福音的道理真是太简单了，怎么只要相信就能够得救，也不用做任何的事情，只要相信就能够得救。哎呦，福音的道理真是不公平，欠债要还债，债都没有还完，只要说我相信，请救我，我相信，这样子就可以得救，这真是什么道理？这太不公平了。真的这样子，只要相信就能够一笔勾销，真的是这样子吗？其实，但是保罗说，当他越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越觉得，越真知道，这个福音看起来，外表好像看起来很愚拙，而且太简单了，没有什么道理。但是这福音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他反而说：“你以福音为耻，但是我知道福音是挂保证的，因为福音是神的福音，是神所 endorse 的福音。”保罗在从他传福音的经验里面，他正看出体会出福音从来就不是人来的一套道理，也不是一种学问，更不是一种哲学。好像学了这些道理，学问再好，学问很好，但是再高深的道理也救不了人。福音不是道理，福音是救人的道理，福音是从神来的恩典，他来，他带着神的能力而来。保罗就接着讲，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也就是说，这个福音能使一切相信的得赎，得救赎，得到救恩。那么这个他所说的能力到底是什么样的能力？到底是什么从神来的能力呢？福音的能力第一个是救人的能力，相信福音罪得赦免，不论犯什么样的过犯都可以得到赦免。在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的地方这样讲：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是真的，是杀人放火也好，是心里想杀人放火也好，还是心里想要人家去死也好，这些罪神都能够赦免。还是心里面充满了对人的苦毒也好，恼怒也好，罪没有太大的，神不能赦免；罪也没有太小的，不需要神的赦免。
我们需要神赦罪的能力，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不论大罪小罪。凡所有的人只要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能够赦免人的罪，洗净人一切的不义。福音为什么是神的能力？福音更是改变人的能力。福音能够改变人，虽然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这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因为相信福音，我们就不再在罪恶的权势之下，我们是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因为相信福音，我们又就要在基督里面，那在基督里的我们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一切都变成了新的。我想有太多人生命经历得到改变的例证，就我相信你一定听过不少。但是我要说，其实在你的身上就有很多福音，就是神改变你的大能。你是新造的人，只要相信，你的生命就能够得到改变，而且改变还在进行当中。我们可以停下30秒，让我们来想想看，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哪一些神对你生命的改变，好不好？让我们都想一下。你说没有吗？有，有。感谢主，还有。感谢主，还有。你想到了吗？是的，还有，还有更多，还有更多。我告诉你，还有更多。因为凡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他就是已经新造的人，旧事都已过了。福音是神的大能，是什么大能？福音是医治的大能。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面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后来耶稣叫起了12个门徒，就给他们能力跟权柄，制服一切的鬼，还有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出去宣传这神国的道，医治病人。神的话告诉我们，在这事之后，耶稣又差遣70个门徒，又差遣70个门徒，让他们2个2个一起出去，往自己所要到去的各城各地方去，要医治在那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已经临近了。耶稣差遣70个门徒，那70就是完全的数字，那意思就是耶稣差遣他的门徒，他一样给我们权柄，叫我们去传讲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医病赶鬼。各位，因为福音有医治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想想你是否经历过这医治的大能，医治你身体的疾病，释放你的忧郁，释放你的痛苦。福音是神的大能，要赦免一样各样的罪。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改变我们的生命。福音是神的大能，要医治释放各样的病。让我们一起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我说，神今天就要施行他的医治及拯救在我们的当中，你愿意吗？让我们一起祷告到神的面前。感谢主的恩典，在他里面有赦罪的平安。你愿意平安吗？这时候若是你在电视机的，你在台湾也好，你在外地也好，你可以跟我一起来祷告。你愿意接受耶稣吗？你承认你不完全吗？若是，你跟我一起来祷告，接受耶稣的救恩。感谢主的恩典，你的救恩要临到我的生命。我承认我不完全，我需要耶稣你的救恩。感谢主的圣灵
进到我的里面，成为我永远的帮助，成为我永远的救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感谢主，神的恩典临到你，还有临到你的家。是的，耶稣的恩典是奇妙的恩典。当我们接受耶稣以后，我们的生命要被改变。我不知道你的生命是否愿意被改变，你的家庭愿意被改变吗？因为这个疫情里面，我们有许多的重担，我们没有工作。主啊，你要来改变，你改变所有的环境，你要改变我们夫妻的关系，你要改变我们跟儿女之间的关系，甚至于在工作上面，我们跟我们的主管的关系。是的，所以这时候，若是你有人际关系，或者你有工作问题，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来宣告，主啊，你的生命要成为我的生命，主啊，你的能力要在我的里面逼迫我，叫我有能力被改变。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来斩断捆绑，在我们家中所有的黑暗都要出去，因为主耶稣宣告，耶稣是主，耶稣是光，在主的光中没有黑暗。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捆绑在家中所有的黑暗都要出去，出去。感谢主的恩典，主啊，你的光一照耀在我们的家中，我们就成为不一样的家。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你恩待你的百姓，叫我们所失去的，主啊，你都要加倍的祝福回来。感谢主，若是你有工作的问题，你想寻找工作的，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呼求耶稣的名，主啊，叫主的恩典奇妙的作为来改变环境，改变你自己的心态，然后工作神来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刚才谈到了有医治，医治的大能，上帝可以医治各样的疾病。上个礼拜我们感谢主，我们有三个姐妹回应我们，甚至在 San Francisco 住在那里的，看到视讯也被神医治。还有姐妹脚医治好了，她觉得她的背不舒服，然后她在看视讯，再一次的祷告，她的背也完全被医治。哈利路亚，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奇妙的神，他是全能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你若是相信，你身上有任何的疾病，你手按在你疾病的地方。哦，上个礼拜神医治的外在所有的疼痛，这时候若是你有任何的在内脏的，哦，你的心，你的肺，你的肝，哦，你的肾脏，还有任何的地方肠胃，主啊，我们都要奉耶稣的名。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这时候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捆绑在你们身上，所有任何的疾病都要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来捆绑弃绝出去，出去。感谢主的恩典，主的爱充满充满你们，充满你们，叫你们身上所有任何的疼痛都要命令停止，还有在你的身体里面的内脏都要被神来医治，因为主照顾我们，灵魂体兴盛，主啊，我们都要灵魂体兴盛。感谢主，赞美主，圣灵的降临在我们的当中，荣耀的降临，叫我们的在主的光中，我们得着完全的医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同在叫我们得着医治。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哈利路亚，让我们来为被迫害的基督徒来祷告。近年来在非洲奈及利亚的北部的基督徒不断的受到有一个民族叫做富拉尼穆斯林的极端分子的攻击。那这些富拉尼的穆斯林对基督徒攻击，除了因为信仰的因素之外，也算是一种种族的清洗。求神
让这种信仰迫害的情形跟屠杀的情形能够停止，而求神来保护遭到迫害的基督徒，让富拉尼人悔改得救。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们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恳求你，主，我们当我们看到我们在奈及利亚北部的这些的基督徒受到富拉尼人的侵害屠杀的时候，主，我们恳求你，主，你裂天而降，主，你伸出手来让这样的事情来停止。主，我们恳求你，你看到一个一个，主，都是你自己宝贵的孩子。主，我们恳求你，不再让他们所居住的村庄不再受到这些穆拉尼人富拉尼人的侵害。主啊，这些这屠杀的情形就在这个地方停止。我们恳求你，主啊，恳求你保守他们的身家与性命，主啊，让他们能够安然居住在那地。主，我们恳求你向这些富拉尼人，主啊，他们因为被那恶者所捆绑，主，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在做什么。主，我们恳求你，主啊，你真是来照亮他们的心。主，你求你向他们来显现。主，他们虽然世世代代很多人都是穆斯林，主，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恳求你向他们显现，让他们一个一个的悔改，悔改，主啊，看到他们自己的光景，悔改转向你。主啊，让那神迹奇事奇妙的事情就发生在奈及利亚北部那个地方。主啊，直到所有的富拉尼人都悔改归向你。恳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一起继续为待业的肢体祷告。因为新冠肺炎致使一些弟兄姊妹失去他们的工作，或者工作收入减少，请为这些弟兄姊妹能顺利找到新的工作祷告，还有个人及家庭的生活所需不至于匮乏。天父，你的名字成为耶和华以勒，在你的山上必有预备。主要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我们深知主要我们的一切就像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告一样，我们每天的日用饮食，我们所需的一切都在你面前。你经上也说，我们未到以前祈求的时候，你已经知道我们一切心中所思想的。主啊，你说你是好父亲。主，地上的父亲有很多的局限，很多时候有很多缺乏，但是你是我们天上的好父亲，你必将那丰富的一切供应给我们。主啊，特别是孩子为正在待业和寻找工作的弟兄姊妹祷告，说当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主啊，叫我们真实的经历到那从属天来的那种平安，那种安慰，那种同在，叫我们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不是我们一个人面对，耶稣你都知道，你都了解，你知道我们心中的恐惧，你也知道我们心中的担忧。主啊，让我们把这一切都带到你面前。主啊，你顾念我们。主啊，你已经讲天父，你已经讲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了，经上说你不讲其他的一切都加添给我们吗？主啊，只要我们存着坦然无惧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来单单寻求仰望你。主啊，你经上说仆人怎样仰望主人，使女怎样仰望主人的手，我让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单单来仰望你，知道你必顾念，你必看顾，你必亲自的引导我们，叫我们在风浪中经历到你的看顾与保守是何等的真实和宝贵。主啊，愿你自己亲自的看顾你的众儿女们，使我们在这环境中再一次我们的生命因着这样的经历，我们生命再一次被更新改变，叫我们真实知道耶和华你是那位天天看顾我们的神，在大事小事上看顾我们的神，你是丰富的神，你是乐意祝福的神。奉耶稣名祷告，阿们。接下来要为着我们肢体的健康来祷告。在加州的疫情再度升高的时候，
我要为着年长的弟兄姐妹，特别那些住在疗养院当中或是在医疗行业工作的弟兄姐妹及他们的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为他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们，奉你的名，主要来宣告每一位在疫情当中有健康需要的这些弟兄姐妹，为他们来祷告。主，因为你已经承担了我们的忧患，你背负了我们的痛苦。主啊，我们相信你的人已经按着你的应许，主，你赦免了我们的罪，你医治我们的疾病。主啊，我也奉你的名要斥责那些疾病通通离开。主啊，因为我们的身上是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主啊，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主，你要洁净我们每一个人，洁净我们身体，让我们有得着健康。主啊，你恢复我们身上那些曾经病痛的那些的机能都要恢复过来。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恢复直到完全。主啊，我们要为着第一线的这些医疗工作人员，医生、护士、警察，各样的社工，主啊，为他们来祷告。在这个疫情很严峻的当中，主，我们真是知道主你仍然在我们当中掌权。主，你要保守我们在第一线工作的所有的医疗人员，所有的警察，所有的这些社工所有要需要接触病患的人，主，你都与他们同在。主，带领我们，虽然在疫情的当中，主，我们仍然要来仰望你，仍然要来依靠你，因为你知道你必指引我们的道路。谢谢主与我们这些长辈们同在，特别在疗养院当中的，他们没有办法见家人的，主啊，你都与他们同在，你安慰他们孤单的心灵，使他们仍然在喜乐的当中能够遇见你。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在这里我有一个感动，就是我们无论你在电视旁，你在 iPad 上面，或者是你在 iPhone 上面，任何的手机里面，没有关系，这时候我们要为教会祷告，我们要为我们的教会祷告，所有的教会祷告。为什么？因为这一次的疫情真的把教会都被关门了，但是我们相信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要特别特别来举起我们的手，我们圣洁的手，要让主自己来动奇妙的工作。这时候你跟我同心合意的来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祝福神的教会。主啊，我们来到您的面前，奉耶稣的名来祝福所有的教会，在这样的疫情里面，主啊，看起来我们是真的没有办法，但是主你有办法，奉耶稣的名来祝福神的教会，在主的里面是光明的，不在黑暗里面。主啊，我们仍然可以传福音，因为主你可以借着视讯，你借着我们周围的这个朋友们，我们都可以关心他们，可以把他们带到视讯当中。我再一次奉耶稣的名来祝福洛福教会。哦，主啊，你自己来祝福洛福教会，若是你在线上的，你自己开口来为洛福教会，为每一位兄弟姐妹祷告，叫他们的心不离开耶稣，叫他们心仍然在主的里面。主啊，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在主的里面是有能力的。哦，因为主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患难中及时的帮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啊，谢谢你来祝福我们的教会。哦，所有的牧师都放在主的恩手里面，叫我们能够有足够的力量智慧。哦，我们要做很多事情，但是我们需要主的恩典。主啊，我们需要我们有能力，我们需要我们灵魂体都可以兴盛。主啊，我们不但自己要好起来，我们要眷顾我们兄弟姐妹们的需要。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把众长子们带到主的施恩宝座前，求主也坚固他们的信心，坚固兄弟姐妹们的信心，好叫他们在这样的苦难里面不会离开神，他们仍然相信
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有福气的、Amen. 是有盼望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要赞美你、yes. 我们为我们洛福教会来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的恩典，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感谢主。主啊，我们欢迎你，阿们。欢迎亲爱的圣灵就在我们的当中。是的。我的泉源在于你，耶稣的灵，我最好朋友是你，拥有爱、喜乐、平安，吹出生命气息，耐心的。总是等候我，你满有恩慈良善心事，我肉体交换降生温柔，令我想起天上的父，谢谢你，你来到我们的当中，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成为我们的救赎。谢谢你，因为在你里面，我们都是新造的人。谢谢主，因为你有诉说不尽的恩赐。主，我们恳求你赐给我们渴慕你的心，让我们常常到你面前与你亲近。主，我们恳求你赐下合一的灵，让你自己的教会彼此相爱。主，我们恳求你赐下你自己的平安，即便在这洪水泛滥的时候，即便在这我们看不到什么时候疫情会过去的时候，因着你我们能有平安。让我们住在你的里面，愿你自己的圣灵更多的与我们同在，充满你自己的孩子，因为你是亲爱的圣灵，与我们相近的圣灵，我们爱你。愿你自己的祝福与我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Best friend， 亲爱生命，亲爱。
感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尊贵归给坐在宝座上羔羊的耶稣基督。哈利路亚，感谢主，荣耀归给你。